新年快乐，我是日本去。帮忙一下。
今年是感觉是个坏年，今年发生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然后服贸又快要通过了，所以觉得接下来应该情况会越来越惨，所以就先预备了一首革命的时候用的歌，革命进行曲，对，叫做《十天》，距离十天。黎明的时间漂泊在各处流传，放下工作的人们已四处埋伏，才能必须变水咖啡香的在各处流传，放下工作的人们已四处埋伏，像极了迷信的水咖啡香，留在无人忍受的财物，在每个人的背上都有三十年，告诉我剩下期待的未来。
Thank you.
也有，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我没输赢也没歌中。出名，一定要玩团，其实都是屁，工作真的超累的，而且这种累会让你变得很犬儒。犬儒三小，犬儒 cynical， 就是你会开始觉得很羞赧，因为你自己在工作，以前都说以后我一定不要工作，我要当艺术家，结果现 在那边赚钱，很不敢面对以前在那边放大话的人，然后也就开始酸别人，就是那团，你看他们很赞。也没多久了。你举例一下。我们其实我是个很善良的人，把我变成这样的人的是这个社会。我们都是情感上的无产阶级。大家或多或少都想成为艺术家吧，可是却只能当毒蛇。然后在那边嘲笑别人是温拿，所以好像一定要革命或是真正改变这个世界才有可能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都不会发生，所以最后也只能说新年快乐，明年会更好。新年快乐！又在弹老猫歌。啊，下一首歌叫做《今天晚上我想一个人》。可是我们今天好多人，新年快乐。
接下来这首歌，收录在，收录在我们 EP 的第二首歌，这是我们的主打歌，第一波主打，对，爱的主打歌，嘿，真的是有关爱的，感谢阿哲，对，不要去感谢他，他会一直很骄傲，都大家都给他做这样。好了，谢谢谢谢，对，哎，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张哦，我们有两个箱子哦，对，你们箱子变小，
OK， 接下来这首歌。虽然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绝望的世界，但是好像我们偶尔还是会想到。第一次听到 Oasis 的时候，的确有一种纯粹的感动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。那种感动不是说现在那边搞什么文创什么加感动。这首歌，接下来这首歌，90年代我还在看卡通，但是我深深着迷90年代的音乐。爱过84年。做着白日梦，心情就像断续
谢谢。大家，我们是 Rich， 不要忘记我们。我们 EP 在外面，一张150，加老猫250，然后现场必须掌声。